二师兄又见面了。在上一期节目中，铁成和张鹤轩在大理古城卖了乳扇，和小姑娘在街头杀价批发到了贺卡，在路途中有幸学会和尝到了大理斗鱼，并且帮助一个美女背包客完成了帮妈妈找扎染布的心愿。话说出门在外安全第一，这一集中又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？山上吗？不是，啊、好吧，咱们就在我选了我以前来露过营的地方。嗯，我把那个吹口琴的人帮忙的那个哥们儿也叫来了。嗯，小芝他们也都往这里赶。然后呢，这是丽江，看丽江全城全景风景最好的地方。底下冷吗？底下山上比底下冷一点。啊、嗯，然后夜景这儿是最美的，游客根本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人来过这些地方。这个上面。是峰山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咱们到这儿看最美的风景，然后呢，明天起来咱们就进去。啊，先去看看扎营的地方。好，我们是准备在这儿扎营，小心点，这儿的路两边植物都有刺儿。好，然后路也很陡。这是全丽江风景最好的地方，但是游客是不知道的。那边就玉龙雪山，咱们就等他们一会儿到，咱俩就拿行李，然后呢就去扎营吧。好，行吧。咱们先走好，咱去车上取东西。好好。进到那个深山老林里边，那个地方实在是太美了。当时都吓死我了，我都要报警了。旅行要开心，安全最重要。哎呦，到了！哎呀，这是我约的那个吹口琴的哥们儿，我们在丽江以前的好朋友。这是我一个好兄弟贺轩。你好，贺轩你好。对，你好。你好。女朋友，来路上捡的。不是，丽江的特色吧？丽江就是路上互相捡人，也经常被人捡。搭帐篷，然后我去弄点果子啥，弄点吃的来。这是行吗？有，这会儿呢，山上的野物基本上都要睡觉了。他现在是猎人。好吧，我们等着吃。你们弄啊，你们把帐篷就搭到这儿去。好，这些小心啊。小心点啊。好的。跟老师跟我走吧。摄像师应该是铁城，应该没啥事吧？我没听见、啊。我听见了。啊？我耳机里听见了。进山里这边啊一声啊，都看看去吧。呀，你别真整出事儿来了。铁城应该没啥事吧？我们人都叫过了，把家里手电筒都拿上，快点。什么情况？这都是啊？
去叫制片人，去叫制片人相互应变，叫制片子去搜吧。都回来，都回来。这真的假的呀？这事儿啊，真的还拍呀？我要从南走到北，没丢吧？还要从白走到黑。快看抓了什么？山鸡，山鸡！哎呀，太给力了你这个！哎，还得绑好的，绑好的，鞋带绑了，拿摄影老师的鞋带。啊，我说的啊一声。咱们整整张合圈，我就假装喊一声掉下去，然后呢，你把这个灯关了，咱俩就悄悄地躲到另一个方向去。咱俩商量一下。咱俩商量一下，是我，你把灯关了以后，我喊一声，你回去就说找不着我了呢，还是你跟我关了灯一起走？一起走哈、啊，那你先下来，小心啊。那关灯吧。制片，制片，那只野鸡在哪藏着呢？那野鸡在哪藏着？我现在要找到拿到野鸡才能出去。找你半天找不着，野鸡找，活的。吓死我！拿着，我不拿这个，我害怕。你拿着。我他在咬我吗？让宠物抱着吧。哎，长得还挺好看哎。帐篷扎好了吗？没扎好呢。没了。就是急着救你嘛。我找你们。死的吧，离远点，咱们不要拍它。这是青蛇，没看出来吗？小青，小青，小青远点。真不知道是假的。我真怕这东西。这是假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哎呀，不带这样。连假的都怕。一会儿你再拿的时候，发现真是真的。我不激动不？我就你到时候你就啊哈哈，真的家伙呀，我去，没准一会儿真来了，我告诉你。给引来一个真的，那可不咋。小青，白娘子一会儿就过来，我告诉你们，咱们搁这儿准备开饭了哈。他没来呢，等他，快到了应该。下一个改的就是第三首歌了，是吧？改第三首歌了，那就是你把我灌醉了。嗯，敢喝吗？喝呗。就在醉的时候改最好的。所以叫你把我灌醉。对。那要不你没我这瞎说的啊，就不能酒驾啊，开个玩笑啊，懂吗？现在就是这种环境，就是酒不醉人自醉了。对一下，然后呢，要改的好内容。小侄子还不来呢，这地方没信号，打不了电话。要不然你用喊的试一下。我跟他。哦，不，看他能不能听。就是用非洲喊法吧。好吧。待会儿巡山的人来把咱们全抓走。所以呢，别人一般对于露营的人来说。哎呀，小志，终于到了！哎呀，哎呦我天哪！我们在等你好久了。你不来就整不了、哦、这个。等你好久了，辛苦辛苦。不好找吧？这儿容易不好找。对，这个地方不好找。够了吧？够了。饿不着了吧？看人家捡的人有用吗？谁捡的？他捡的。有才。这女孩是躲地震出来的吧？带这么多吃的。防患于未然。对。往城市边缘开，把车窗都摇下来，让速度换一点痛快，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，却无踪告白，是你留给我的
悲哀，哦哀，让我变得看不开，哦哦爱，让我自找伤害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扛下了所有罪，我拼命挽回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心碎，爱的说不回。其实说实话，这还用改吗？这已经太美了。对，这个意境。赶紧鼓掌吧都，还拍啥呀？这还不鼓掌啊？正经的，这不好听吧？真好听啊！这是有史以来我认为唱过的最有情调的一次《你把我灌醉》。然后现在我们，我聊点死，就是那个不拍的东西。我说点正经的啊。你是鼓手吗？我不是。你真不是鼓手吗？他不是一起玩乐队的吗？不是，他是路上捡的。真捡的啊？这是真的是吗？这个是真的。他是路过丽江，他要去那个香格里拉。啊、哦，这个是真的。这是真的。啊、哦，嗨，这丽江就是捡的。我还以为这个是鼓，你们咱们自己的鼓手，然后装着不会，然后先敲两下，完越敲越好，一直跟节奏。真是捡的。我们两个的这次的这个参加这个搜狐的这个活动呢，就是我们两个就是两个屌丝，他也不是明星，然后呢，我们俩就是。只有666块钱，搜狐提供了，我们要自己路上赚钱养活自己，然后一直到丽江以后呢，我们在古城要找一个地方，自己用自己赚来的钱也好，是请别人帮助也好，要做一个小型演唱会，然后有篝火的这样一个让大家热闹，给大家带来一个旅途的轻松的这样一个环节。然后你聊聊那个伙伴的那首歌和那首歌的故事，咱们研究一下那首歌。好吧，那个歌呢是我自己写的一首歌，然后呢，那个就是想到了自己的一个朋友，转过来，嗯、大家都憋着劲儿看着、想到了自己的好朋友，然后在就是自己就不是很好的时候，就是也得到了很多朋友的这些帮助，就是好声音之前，好声音之前，对，那个时候就是真不好，所以说这个歌就是跟那个特别扣，特别扣，对，扣你当时那种生活的状态啊。因为咱们可能明后天就要开这个演唱会、啊，当然不叫演唱会，小型的嘛。正好是明天，听说那个谁来着，搁路上捡那个，咱不也捡一个吗？对对，我们也捡了一个女孩。正好就明天咱们一起全来一遍。刚好听说那个李亚鹏做了一个亚洲青年艺术现场，然后呢，我就给亚鹏哥打了个电话，只要你是做艺术的啊，他都可以，对他都可以帮助。所以呢，他就免费提供这个舞台给我们，所以呢也特别好。我们就明天呢白天就去找他们去排练，明天就应该，我们就到丽江就 OK 了，就已经达到这个云南之行的最后一站了，就等着明天最激动人心的时刻。天色不早了，月亮都没了，我估计快出太阳了，咱们得睡了。你先休息会儿，我跟他们弄一下。好，因为他感冒着呢，最后唱的时候应该快好了。对，他现在快好了，那你就先好，我先睡一觉啊，先睡一觉，然后，这丫头唱首歌，把她的心情唱出来。对呀、啊，还没怎么唱过歌了吧？没有，我能搜词吗？这里没网络。真的呀？这地方还能有网络？那就凭记忆瞎唱了。好，凭记忆。狼招来了，我不管。这里现在狼都怕人。好吧。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，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。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边。没关系，无所谓，我们玩嘛，陪我一起。他们都老了吧，他们在哪里呀，我们就
吧，当时张鹤轩真的是有点害怕了，无缘无故就没了。然后那个时候第一个跳出来喊的人是谁，你们猜？导演呢？后来知道是个玩笑。有一份艰辛，但是呢我觉得快乐和获得可能更有价值。这个是导演的主意，跟我没关系。肩并肩向前追，我们永远不后退，那些痛苦依然会觉得珍贵，乘着风往远飞，我们永远不后悔，追逐梦想伙伴有你相随，追逐梦想伙伴有你相随。